老婆，你腿借我拍个照片呗。好呀。人家都拒绝，你怎么答应那么快？我腿好看呀，因为。多穿一下妈妈的袜子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。听说西装配丝袜又辣又绝。如果我是你的老板，你会选择加班吗？你以为 JK 在零度下这样穿真的不冷？实际上，这是你们要的摸裙纱吗？听说没有男生能拒绝这个音乐。妈妈，我好爱你啊。刚知道你就是我的解药，但他说今晚的夜色很好，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。你看过黑丝女友贵吗？你们喜欢有点肉肉的身材吗？ What to do with that big fat butt? Wiggle, wiggle, wiggle. Wiggle. 阳光下点故事，空气跳进睡眠步，每天都要送你小礼物，抓紧我的手带你飞到 Hollywood， 让你生活变得 pretty cool， 准备好去兜风，快点坐进我的 crew， 车上放着嗨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位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